球打到中外野方向的高飞球，中外野手一直推 Home run 郭俊佑职棒生涯的第一支安打，就是一支两分打点的全垒打，业余大炮要进化成职棒大炮，像海浪它不曾间断，梦想天际无限渴望。 Home run 不是梦想，拿出勇气，不要怕接受挑战。Drink and choose.